杉杉台风牛步前进，可能打破在日本登陆最久的台风纪录。中共地方财政恶化，多省市设立砸锅卖铁专班。卢比欧等议员要求五角大厦把宁德时代列入黑名单。Telegram 创办人杜洛夫接受调查，禁止离开法国，交保金1.79亿新台币。